原标题，这个国家立国17年共有3位皇帝，国君都是毛权篡位，登基从秦朝之后，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两个朝代便是五代十国以及南北朝，其中尤以五代十国最为混乱。五代十国从朱全忠的后梁开始，一直到赵匡胤建立北宋，历经50多年。今天我们便为大家讲述后梁的3位奇葩皇帝，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好色，并且登基都靠谋权篡位。首先便是后梁太祖，后梁太祖叫朱全忠，这个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无间道。唐朝那会是衰，所以不少人纷纷起义。朱全忠先是加入了皇朝的起义军，帮起义军攻破洛阳长安皇朝之后建立大齐，并且对朱全忠恩待无比，结果人心不古，朱全忠兵败后转投唐朝，帮着唐朝镇压起义军，并且表现出色，唐僖宗对他很是满意，赐给他高官厚禄，封为梁王。但朱全忠不但不感恩，反倒拥兵自立，入主中原，废了唐昭宗，转立唐哀帝，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再过一段时间，朱全忠觉得这样也不过瘾，于是逼着唐哀帝把皇位禅让给他了，自己当上了皇帝，史称后梁太祖。朱全忠跟曹操是真的相似，这两人都是一个德行，还都很好色。曹操爱任妻，这是人尽皆知的事，那会曹操也想霸占自己儿媳妇甄宓，只是有贼心没贼胆，到底还是迫于伦理纲常没下得去手。但朱全忠就比较厉害了，不仅敢想还真敢做，他真的把自己儿媳妇给霸占了，还当着自己儿子面拉来暖被窝，如此之举自然激怒了他的亲子朱有圭。朱有圭在父亲跟女人之间抉择了很久，还是觉得咽不下愤怒之火，最终谋反杀死了自己亲爹，坐上了皇位。但这只是导火索，并不是主要原因，主要原因是那会朱全忠未立东宫太子，反倒是想让养子入主东宫。朱有圭这个人也是个混蛋，跟他爹一个德行，贼好色。他在当皇帝之前就喜欢欺男霸女，当上皇帝后更是无人能管，天天都在后宫里跟女子厮混，不少宫女都惨遭其害，而朝廷之上他却不论国事，后梁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差。然后他老弟朱有贞就看不下去了，找了几个同伙一起谋反，把他哥他嫂子全给杀了，自己坐上了皇位。至此，这后梁3位皇帝登基的方式全是毛权篡位，当爹的谋反，当儿子的杀爹，当老弟的杀哥，真是不知用什么语言去描述这3位奇葩皇帝。但朱有贞说实话还不如他爹跟他哥，这两人虽然好色但不傻，就比如说朱有圭吧，还知道花钱收买军心，朱全忠玩得一手无间道，自然是老谋深算之辈，而朱有贞就是个彻彻底底的大傻子昏君了。当时后梁有一大堆人才，结果他一个都不用，反倒是用了几个如赵简、张翰杰的废物，然后自己也是天天待在后宫跟妃子玩。要不然咋说龙生龙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这朱家父子三把好色给继承发。梁的简直是令人称奇，几个废物治国有啥用？后唐的皇帝可不是傻帽，乃是史学家评价极好的李存勖，他自然不会看着后梁这块肥肉被别人给叼走，于是他带兵来打后梁。朱有贞吓得半死，赶紧找人带兵抵抗。这个时候王彦章站了出来，跟后唐打得有来有回，此刻的王彦章就是后梁的岳飞。结果这个时候后梁的秦桧出来了，他劝朱有贞废了王彦章，结果他还真听了。王彦章被废后，后唐几乎没费啥劲就打到了后梁首都。这个时候朱有贞连忙请王彦章出山
给了他500老弱病残，想让他抵抗后唐几万大军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朱佑真国破家亡，后梁有这三个奇葩皇帝能存在16年，还真是不容易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